哇，偌大的兰州城，竟只有西夏兵在巡查，街上一个百姓也未曾见到，城中为何如此萧条？城墙上有一则告示：缉拿通敌女奸细，现赏银百两，不此案犯。看来街上巡逻的西夏兵是在抓这个女贼呀。 眼下西夏兵封了整座兰州城，我还是先找间客栈落脚，待西夏兵撤军后再速速将要带抵高老赵。哎，有人！是位小兄弟啊，还好不是西夏兵，真是吓我一跳。啊，抱歉，惊扰到姑娘了。 不知姑娘为何躲在这里？莫非你就是西夏兵正满城搜捕的女贼？女贼，多难听啊！我只是和他们借用一下某物，没想到那西夏军统领小气的紧，竟因此下令关城。怎么，你想去给西夏军通风报信，好领赏吗？这位姑娘。 我瞧你外貌秀丽聪慧，谈吐文雅大方，并不像偷鸡摸狗之辈。我倒宁可相信是那些西夏兵士们自己搞错了。<笑>哎呦，瞧你一脸老实笑，倒看不出你的嘴这么甜。<笑>你叫什么名字呢？我叫做夏侯仪。好个文雅的名字，和你很相称啊。 我叫做风铃声，风侯风绝的风，铃铛的铃，声鼓齐鸣的声。看在我年纪大你几岁的份上，你就委屈点叫我风姐姐好了。风铃声，嗯，铃清声润，天悦和鸣，风姐姐的名字很是好听。切，你这坏孩子，从哪儿学了这些讨人欢心的词儿？哦，对了。 街上现在半个人都没有，大家全都躲回家里去了。西夏兵正在挨家挨户的搜查，不知道何时会搜到这里。哎，看来我是在劫难逃喽。你还是赶快离开这里，别要和我牵扯进来，要是让西夏兵撞见了，就麻烦了。可是这样子也不妥当，如果还有其他方法可以离城。 我愿意尽力帮忙。你有这份心意，我就很高兴了。虽然咱们相识时浅，不过看起来挺投缘的。如果能逃过此劫，将来必会有机会再聚首。可是，谁在那里？糟了！兄弟们是那个女贼，哈，还有一个小贼。 几位军爷，东西是我偷的，这位小哥只是凑巧路过，和这件事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们就放他走吧。少啰嗦，不管是谁，只要在场，通通给我拿下！贺兰统领有命，胆敢拒不者，一律格杀勿论。你们也忒蛮横，我真的和这件事没关系。像你这种手无缚鸡之力的小白脸，还敢和我们讲道理？哼！ 不给你点颜色看，看来你是不会乖乖束手就擒。哼！啊！好痛！你们竟然……一定！我的头好痛啊！ 居然胆敢伤吾尊体，无知下辈，尔等万死亦难偿此罪！你还在那里装神弄鬼，想再吃我一刀吗？死吧！离火神诀！妖怪！这小子是妖怪！ 妖术，没想到你这小子竟然！别怕了他，
这是咱们的地盘，容不得他们嚣张。